晚安，来客，甜甜早。因为我刚刚在很努力的想今天的说明，啊，所以，始めます，哦，你头像好可爱哦。现在，赖清德早安，青面对早安，七七晚安，小易晚安，雅虎机晚安。雅虎机，雅虎机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我有说，我有看到你的影片，我有看到你做的那个喜怒哀乐的影片，还有你的金僵尸，好气哦！基于今天要保护我的喉咙，我每天都在讲重话，大家恐慌啊！不可以一进来就骂科博哦，又说耳朵母汤啊！スライムさん、おはよう、こんばんは、こんにちは、はじめまして。大ちゃん、はい。今日の 今天是由老大提笔的，老大又来了。忘记把音量啊？为什么呢？明明我就是正常讲话的声音啊！好气哦，喂，我好气哦，没有办法克制我自己，好气哦！噔噔噔噔噔噔，今天的造型，这是老大提笔的，但是你们每次都嫌弃老大的话不像我。你们好像比较喜欢甜甜，对不对？King Chamu，King Chamu，King Chamu，空翻啦！老大话功好评，我也觉得，但我才没有这么肥嘞，是不是？他的 ego 肥比较严重啊，我迷雾啦！老大刚刚吃了我一生，老大是什么？老大就是老大。就跟阿弟是差不多的存在，总是会在我的台出现，然后神游的孩子，但是他在台下用的不是老大这个名字。面面，我爱你，我也爱面面。七七，我跟你说，我也爱面面。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我也爱面面呐、啊，阿成晚安，流星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刚从吸附，从膝盖帮帮主变吸附了吗？感谢吸附，赞叹吸附。今天没打光，其实今天有打，但是是不是不够亮啊？我应该这样，这样有打到光吗？这样吗？桃花哥晚安，流星。我明明就没有很大声，这样才叫打光，完美。什么叫做打光？如果打在镜头旁边呢，会比较亮吗？有比较亮吗？跟这边，其实一样啊。今天果果下午开台爆气，心累，为什么？刚刚白板遮光了，对，好母汤，七七。好啦，补给你，七七，碰碰。对，狗狗今天是几点开啊？我记得1点多，对不对？是1点多吗？今天要常驻帮主台，今天帮主开到几点啊？是2个小时吗？还是来看看今天的帮主开到几点呢？哎，不对，这两边都不是登我的号。哎，对，这是我的号。帮主，用电脑的要去哪里看行程表？今天有天迪奇，今天是学生帮主，好 Q 哦！今天是难得的马尾帮主，哎，哼，我就说下了，七七你不可以傲娇。
今天下午，狗狗跟七七在互画对方。哦，帮主7点开台，今天这么女人味，其实也还好，因为下面是小请群，今天是黑白。狗狗的画工好像啊，我只看过他画的 unicorn，那个他画的应援物，那一只很可爱很可爱的独角兽。然后我们全跑去七七台留言，狗狗瞬间母汤了。狗狗，我哪有品味变好了？我一直都会这样穿，好不好？只是平常没有展现实力而已。不要一直生气气，可是就你就是生气气呀，只好叫你生气气了。果果，七七今天也是，七七跟果果是一起开台的吗？今天？哎呦，因为果果跟七七全部都是在上课时间开台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好，其实有办法，如果我上课玩手机的话，我就可以。啊，我也没有吃到饱，这样可能会网络爆流量，是不是也不太好？话说莱克今天大头照换成了一只乌龟，好吧，看得出来他又是大滴滴了。今天是膝盖帮的小杰尼龟，但是因为有版权问题，对呀，所以等一下，你们现在不叫杰尼龟，叫什么？膝盖帮帮主。的粉丝名称叫什么啊？Pink 的可爱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个音符的日文我不会念诶，但是它其实是一对的，然后另外一边是吉他。我之前带过，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带过，是那个吉他在上面有星星的。上面有那个黄色星星啊，小美你又来了，小美上班还行吗？要融化了吗？今天的小章鱼小美，芒果也改成等一下，昨天是李梦，李梦跟芒果都是小鸡吗？我记得昨天只有一只是小鸡，还是两只都是小鸡？こんばんは、久しぶ、はしぶ、あ、七七画果果，我们要求果果头要有洞。为什么？果果的头要有洞，哪里有洞？哦，我知道他前几天把他的头发，哦，on 普，不要提工作，想到再来要连假就觉得崩溃。对吼，小美连假是不是？小美连假能放吗？是不是6日正常休？那一呢？啊，こんばんは。嗨，私はソバで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。昨天突然获得小鸡头像，对嘛？昨天是李梦，对不对？李梦还是小鸡，然后今天芒果也被小鸡，但我觉得小鸡超可爱的，而且。他嘴里叼的星星，我觉得很可以。小易晚安，欢迎我们今天的小易饭团，小易饭团欢迎光临。脑袋要有洞，脑袋的洞要怎么画出来呢？所以那个吗？它是海绵国宝，海绵果果。拉面在说什么？Noto 不是笔记吗？开始乱想了。还有谁呢？我在台下找有没有熟面孔啊？手滑哥有来欸，但手滑哥没讲话，所以应该是跳掉了。还有，其实很啊，吕冠也在。为什么你们都不打招呼呢？这样我就没办法跟你们打招呼啦。Me 46，Me
46今天也有来耶，还有谁呢？Yuki 啊，桃瓦哥后面写佳丽应援团，マジですか？好的，今天没有教主直播，面面知道教主身体还好吗？他早上说有一点点不太舒服，但是明天就会看到他了，明天就会看到他了 ，OK 的。我应该还好，只是因为他起床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太舒服。今天茶茶迟到哦，茶茶说，茶茶几点下课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他赶回家应该还有时间吧？他还是学生，我记得。这次排连休，为了看世足，但放假前一天病人都会暴增。天哪，排连休，所以你是，所以你是休四五天吗？下这个礼拜，世足是什么时候啊？这次的世足，哇，我不知道这次的世足是什么时候、啊。脑袋还不知道。3435，77是不是在算数字，然后把3435一次打出来了？Me 48，我们才不是初次见面嘞！等一下 ，Me 48也好老舍哦。狐狸出龟的我都还没有想到，狐狸出龟，跟 Me 48，好想叫米米哦。小米可以改叫小米吗？小米就让我想到那个小米，你有泡过温泉吗？没有耶，我带你去。今天呢，来讲说今天化妆跟平常稍微不同。其实一样啊。ありがとう。でも，有不一样吗？啊，有啦，其实。上一次大家嫌我老之后，我就不画眼线了，因为好像画眼线的话会显很老。然后我同学看到我把眼线勾成那样，因为我妈妈说要勾才会好看，可能老一辈的都这样想，所以我今天就不画眼线了。我从礼拜日。礼拜日的时候我就开始没有画眼线了，这样比较好吗？啊，Yura-san，こんばんは，怀念铁丝刘海，才一天，阿次哈基们啊，不是哈基们，久しぶり，こんばんは，没有哈基们して，阿次常来，そばどうぞ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はい、ユラさん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そばのそばへようこそ。感谢面面报平安，没事，呱呱，教主没事啦，别太担心，我待会直播完再帮你问问教主的近况。妈妈今天没看台，就偷偷想坏话。妈妈今天有没有看台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应该在吧。她总是来的突如其来，又神出鬼没。妈妈不是都会看吗？偷讲坏话，希望她没有这么准时啊。こんばんは、ゆらさん。她说 sexy 有吗？看一下，我只看得懂流行啊 ，sexy ですね。好多。今天啊，对了，我最近好像都是穿会露肩的衣服，对不对？礼拜六也是。然后昨天我穿了什么？昨天不会。那我礼拜日穿了什么？礼拜日啊，那个洋装，小洋装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我现在很认真的在做那个 Tokyo Girls Collection 的搭配，就是要让你们看到时尚感。我应该在 IG 介绍一下每天的衣服时尚的来源。阿美玛利亚先生赞扬荞麦面的事，本当に阿美さん，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。阿美さん大好き，本当に大好き。阿美先輩，
我觉得就是阿部さん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優しい的人，超级，因为他因为我你们应该都知道，其实我的舞蹈不是很上手，有点肢体障碍。然后因为阿部さん其实是舞蹈很厉害的人，然后而且他跳起来就是练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跳得很柔，但是真正要表演的时候都会很有力，就是他可以又柔又刚的那种人。然后他常常就是会主动关心大家，然后就常常跑来说：“Sofa 酱，大丈夫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大丈夫，超可爱，听起来就超 cute 的，唱歌也不是很上手呢，哪有，勉勉强强吧，比舞蹈好了这么一丁点，唯一能看的，坦率的好孩子说着，没有吧，是崩溃的孩子，我看到阿妹嗓子会很崩溃。因为他每次关心我说：“还好吗？还可以吗？”我都会还可以。毕竟身材本来就有差。热传，等下等等，小艺刚刚，小艺你在干什么？して嗨さ。阿次想说什么？那你，小艺说 PT 等于巴拉，我不要念小艺的留言。小艺现在是他在复习他的物理考试啦，好气哦，小艺！小艺，你可以去教教主，不要教我了，拜托。我觉得物理不行。面面，请问，好吧，那小艺你不要再留。不要再留明天要考的公式了，大家来做小艺明天的物理。身为一届的物理学渣，小艺加油！小艺加油，心灵上支持你。千万不要把面面带在身上，可能没有办法保佑你物理考试考得好。叫你做面包超，就面包超人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？面包超人拳不是，我只记得面包超人会换脸，然后面包超人拳，他有面包超人拳哦。我好像不怎么，我只知道那个哈希呼阿伊乌诶吼，那个细菌人。好，我去 Google 面包超人犬。我想说 One Punch 的话，我还可以。面包超人犬 有动作吗？我只记得把他的脸打掉，然后换一个新的面包，那个状态很猎奇。面包超人拳出拳速瞬间的运动速度计算出来秒速为6710m，换成更简单的方式来说，就是太空梭穿过大气层时所用到的速度20马赫。那不是那个吗？努鲁呼呼呼呼，コロ先生，アニメだよ。我かりました。でも，等一下。面包超人的日文怎么念来的？我知道面包超人拳不是这样，是就是这样吗？就只是这样，这不是柯基吗？要成为 TP 的第一柯基，你们知道他的自我介绍吗？他说他要成为第一柯基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直摇一直摇，因为他说很紧张。Punch，搜吧 Punch。脸就黑掉了，是变强了也变秃了的那个吗？是啊，跑了操场好几圈就变强了也变秃了。So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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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unch，so ba punch，我他妈，
三个，这是三个，三个，三个じゃない，三个ない。这样会听得懂吗？从三个，三个じゃないよ。じゃない是不是？所以没有，就ない。腰が強いんじゃ。なに？ユラさん。あ、花花晚安。试着说说看。世界選拔大赛。はい、ないよ。私はまだ研究生。あ、可是其实研究生也可以参加，只是我没有参加。花花最近吃了多少土呢？花花花花，您今天吃的是什么土？是黑土吗？试着说说看。是コシガツ。ヨインジャ。ヨインジャ。天ぷら、好きですか？あ、天ぷら、好きです。台湾の天ぷら。は本当に美味しいです。ぜひ台湾に。一定要来台湾是什么？一定要来台湾哦的日文，一定要来台湾哦。台湾玩的，直接查就有显示日文。天啊，他们是翻译整个信。あれ、また台湾に遊びに、啊，我忘记来的发音，来的那个发音要怎么发？土好吃，花花，谢谢花花，花花今天丢了不倒翁，红色的不倒翁，土好吃，我觉得花花不行耶，这样会不会营养不良啊？之后会不会？柚子卡瓦，等一下，来，我一定要找到来的发音。等一下，丢去 Google 翻译，我们这台真的是 Google 翻译的好朋友呢。Google 翻译，这样真的不 OK。また台湾に，また台湾に。BB 原来油是念 BB 吗？ BB 的 BB BB 的 BB 哪的 BB 的哦，为什么他翻译出来之后他长得很奇怪，我没有办法让他变成ルワピン。また台湾に遊びに来てね。所以是 key 啊，所以是柚子卡瓦 kill んだ。だけ。はい、柚子卡瓦。松山教の三角。じゃ。可不可以不要再逼我用破日文了，我怕啊。おいしいよね。はい、おいしいです。本当に。天ぷら。你要吃掉西伯利亚冻土吗？华华吃到西伯利亚了吗？这么国际化的，昨天还有人要吃黑土呢。行きたいわ。冻土，等天气热一点再吃。现在也很热啊，我觉得这阵子很热哎。昨天的薄荷香，那今天不薄荷了吗？阿志桑，哎，吼。キヨさん、はじめまして。台湾に遊びに。来てください。你别再说日文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闲聊到八点就可以去当数字君了。对，今天八点有累积的直播，收一点见你们比较好。哦，别这样，华华，还是要吃的健康啊。不然到时候骨瘦如柴怎么办？连握手的力气都没有咯。拍
排队排到一半就昏倒了，可能看到林姐就昏倒了。不可以不可以，要多吃一点。半分餃子三角しないとので日本に行きません。天ぷらそばちゃん、天ぷらそばちゃん、こんばんは。サマノスケ、サマノスケさん、キムキム、久しぶり。请不要信 Google 的翻译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我刚刚念起来超级奇怪的。お前は天才、天才だ。赖清德怎么突然打了日文呢？而且还很多很多汉字呢，我没有办法发音啊。面面救你，你被帮主可爱死了，没关系啊，帮主本来就是拿来可爱的。帮主本来就是吃可爱长大的。嗯， Google 日文名言加持。お前は天才だ。不是吧，我留的不用念没关系，因为我想说要念出来给大家听，但是我念我也不一定念得出来。今天下超大雨的香港吗？今天的台湾北部基隆没有下雨呢，今天没有下雨啊。是日文什么东西。来客，香港组武器超强。香港组，你说小晴跟小晴跟帮主吗？刘中文要念，好的，都会念啊。我们今天好像又没有主题了耶，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要跟他啊，对啊，我之前问了解忧杂货店之类的事情，感觉没有下落哎。那你想在哪里呢？我吗？基隆太常下雨了。待在今天没有下雨的基隆我觉得很开心。还是基隆最有家的味道。有啊腔，什么什么有啊腔。我之前一直想做的企划就是让你们跟我讲事情，可是今天没有啊，今天没有下雨，今天基隆没有下雨，是不是很难得啊？昨天有，而且昨天是暴雨。当初甄选我就是推香港组的，那时候香港组除了小迪以外还有其他甄选生。大家是推所有的香港组吗？那时候小迪好像，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我跟小迪不熟，还是那都没有看到小迪耶，不算熟。应该是不熟，所以对那时候对小迪还没有很大的印象。那个时候就跟教主算熟了吧。总觉得有点太晚知道面面，是 showroom 的时候才知道吗？还是 life me 的时候有？应该没有 life me 没有看过齐青。你们什么时候放暑假？真的是一个好问题。期末考以后。七月初，应该是六月底吧，我不确定，应该是六月三十左右，我猜，但我不确定，我只知道，我只知道暑伏是什么时候，那个时候只有看过一次面面，所以 Life Me 那个时候很恐怖吗？所以导致于你们不看 SR 的时候看得很对味。 Life Me 那个时候都在唱歌，所以可能导致因为我的五音不全以及走音导致观众掉了很多。 SR 的时候，对，现在为了要 MC 支撑两个半小时不得不自嗨了呢。反正以前好像也是自嗨。今天比暴雨更厉害，所以应该说是我们的云层飘到香港去了吗？我们基隆的云层啊，因为今天基隆非常的安宁，到现在不知不觉就变成滴滴了。没关系，来客，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变香推的。你唱歌很好玩，紫飞鱼那个时候就在了吗？但是我不记得那个时候有叫紫飞鱼，还是那个时候是别的名字。站在学校有盖的地方五米内都湿掉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大雨大成这样。
不会啊，我觉得你 MC 练一练会变很强。但其实我现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缺点，自己把自己的缺点讲出来是不太好。就是我会不自觉的念很快很快，但是 MC 不可以这样，就是不能是一人乐，要让大家都可以。就是而且 MC 头脑要转很快吧，就是要好笑，但我有的时候笑点只有我一个人会笑，所以我要把你们训练成一群笑点低到我讲什么都会笑的人。是不是雄心壮志？目前的 MC 是诗雅最厉害吧，因为诗雅不会紧张，然后脑袋也转很快，就是他可以非常有条理的丢梗，然后让大家接，至少不怯场。嗯，好像是真的不太会怯场，但是其实我会抖。当初哎，原来教课的时候你们也有看到我吗？我以为大家会忘记那是谁耶，还是都是认头上的面，都是认头上这只面，让头上的面出来一下，头上的面，噔噔。还是都是练头上这只面。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准备超久的，就是我一开始原本是想说我记得我那时候什么哦，请焦哥跟我玩对句，就然后我原本是想说如果他对了什么我要再对回去，但是因为太紧张了，所以我才没有对第三句回去，其实我原本是要回的。今天好像没什么时差，所以我要来吃面。对，今天现在没有时差，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。焦哥那个时候呢，如果你们有仔细看，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我的脚超抖，就是在上面啊，我整个觉得脚都快麻了，而且一直抖一直抖。然后那时候还被焦哥吐槽，因为就是 MC 不是要先请有请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吗？然后结果我没有讲，然后他就说你不知道先请我出来吗？然后就上面。啊，那一段没有剪出来，在现场的话就有看到，就是我一站上去之后就开始说，哎，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活动是什么？然后我今天要请焦哥来跟我们玩对句，然后结果焦哥就还站在旁边就说，我还没有走出来，他说，哦，对耶，超尴尬的，还好那段没有剪出来，结果我自爆了，你很可爱的头发都掉了，吓到你毛都掉了吗？子。吓到毛都掉了。有啊，从台研就关注 TP48 的，怎么会没有看到呢？可是因为那时候其实人还很多很多，那天场面很壮观，那个时候来有70个吧，那个时候那一次全场应该有70个人到，然后因为其实大家有一些是生面孔，就是大家看了官网之后，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把一次140几个人全部记起来，然后就是有看到认识的，那时候是跟诗雨算比较熟，所以那时候我坐诗雨旁边，立马回去看，所以李梦没有补过档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啊，超尴尬的，我在上面一直抖，一直抖，一直抖啊！而且讲完之后，我就在旁边，然后。啊，焦哥说之后要学会，就是要让嘉宾懂有台阶可以下，就是我们要想好对方不管回了任何东西，我们都要想好一套对应措施，才是 MC 该有的职责，就是要让嘉宾不管回了什么都可以让节目很流畅继续下去。然后我当时就说，可是就是还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对回去，他就说没关系，就是之后就要学的。教哥真的像爸爸一样，老师一样。来一起去补档。哎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三省还没有拍 MV， 所以在 MV 之前最后一天 SR 才看到甜甜。最后一天 SR 才看到甜甜我吗？最后一天的 SR 现在吗？还是 LM？ 你是说最后一天的 LM 吗？还是我甄选生全部都记得这是弟弟的超能力？掌声鼓励鼓励！
我真的没有，我会知道他是甄选生，但是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清楚的记得他是几号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最后一天 LM， 嗯 LM。等一下，李梦跟芒果，你们现在都长得一样，然后后面都打面面推，害我觉得是分身哎，我以为你们两个在，我以为你们两个人格分裂，一下 LM 啦，一下 LM 吧。那个时候 Life Me。对，我是 Life Me 的最后一天下午还有开，而且好像是应观众要求。我最后一天干了什么？我倒数第二天的时候跳舞了，然后最后一天好像也是跳舞。对，我最后一天有跳那个 Koi Suru Fortune Cookie， 是吗？对对对 ，Koi Suru Fortune Cookie。现在内心只有面面，我已经懒得吐槽七七了，没关系。我也是爱你的，谢谢你让我住到你心里。再来一次老梗，哼，就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抱怨有什么用？抱我啊！白阿弟，阿弟说的，但阿弟今天没有来，所以就推到老大身上好了。最后一天有我说你猜，好像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应观众要求，我一开始好像就是玩游戏，然后大家反应才超热烈的，因为我玩游戏有点挫。那个时候 LM 呢有那个吃食物的暗梦梦的，还有那个是他号称是你画我猜，但是因为我的画工太弱了，所以后来都变成比手画脚。然后比手画脚之后，又因为我没有办法比出地名的关系，最后干脆变成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哎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天啊，越来越简单，但还是很难猜呢，是不是？我有点问题啊。小易那时候教他的广东话都白教了，我现在只会一句呢。你好，我系崔崔啊，我系。我是崔雅英，我是明明啊，我是看教主连播 LM， 那也很后面了。那个时候，教主教了，那个时候教了我很多，有时候哦，请多多投票给我。那个时候他还有教这一句，但是太长了，我需要找教主复习。教主有一天突然跟我讲说。他突然讲了台语的什么掐刀表刀刀刀刀票刀票猴啊！糟糕，教主的台语快比我好了。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，请投票给我的台语，然后我就超震惊，说你怎么会？他就说那时候王一佳教他的。教主的学习能力果然是不得了，记忆模糊。Sorry， 那个时候有在吗？肯定不叫 Soy Soy， 因为 Soy Soy 是现在开了站才叫这个名字。来客说，我也是内心只有面面。来客，往上看，你有看到隔壁的分页吗？隔壁的分页是不是写 TP48 显迪奇啊？来，再说一次，你心里只有面面。你说啊，你看看你。笨拙才会有综艺感，但是我好像当初课题的时候写说目标是王道偶像，哎，怎么办？现在好像要变综艺偶像了，大家不介意吗？他全都还给我了，没有啦，吹牙秧还在，吹牙秧，你家的还哎，对耶。我们家 Hello Kitty 今天面壁思过，大家今天看不到他的脸，可能是我觉得他太抢眼了吧。他今天面壁思过，我现在才发现呢。我还记得终于请有请我们的赖清德跟阿华同学，阿华今天又迟到了。阿华，存在感很重的我的 ID 叫君。那个是念君吗？应该是君吧，还是应该念群君？整个都很有
你是要讲存在感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存在感很重的你，哈哈哈，没有，你是分页。对，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，第一页应该是选题题，所以应该是右手边，你们的右手边，好气哦。还有默默、佳丽跟累积，累积是啊，对，八点已经开了，大家要当数字君了吗？佳丽是几点？佳丽，哎，对了，佳丽是几点开啊？我怎么我超常跟佳丽同时间的，而且佳丽现在还多了那个佳丽的台有特殊剪纸呢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上一次他把一座塔贴在他的背上，然后他做了一大堆星星撒。你的名字又不是他教的，是教主教的。有啦有啦，其实是小易先打出来的，然后我拜托教主念给我听。迟到被抓没关系，阿华现在迟到是正常的，他是一个坏小孩，他是一个坏学生，太过分了，综艺才是王道。AKB48 也有综艺感满满的，对，也有综艺感满满的，那就不是王道偶像啦。王道偶像不是应该像品涵那样吗？但其实品涵也是一个综艺感很满的人，他讲话很好笑，其实他会突如其来的一句就是突然很有笑点的话，然后就会看着他呆了三秒钟，然后就开始，天哪，这是品涵吗？不是之前都有日本粉丝说是综艺担当了吗？人家都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就觉得是综艺担当了。果然是这台的情绪太高涨了呢。心里只有教主跟面面，你的面面距离有点长哎，有点长。Kitty 今天做错事了，对，因为爸爸今天没有回来照顾他。爸爸今天没有回来爱戴我们家 Kitty， 所以他被妈妈罚站了。日本粉丝说的，内心的面面只有一点点，一点点呛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呛。现在也还有啊，佳丽都会直播的时候看别人台。对，可是好像 TGC 活动的，就是活动之间好像不可以开声音，就是不可以有其他成员的声音出现，所以。大家记得看别人台的时候不可以开声音哦，帮我呼吁一下佳丽，因为上一次她跑来我的台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佳丽千万不可以开声音，千万。我们来偷窥一下佳丽在干什么，我们来看一下李佳丽在干嘛。李佳丽，库里，哦，天哪，现在收入的封面是乃木坂耶，好兴奋哦，看着就好兴奋了。应该在比赛那边看就会有，对不对？嗯，安静一家台了，他在玩终极密码，然后他现在在画画。我跑去人家的台看，欺负妹妹，然后一面欺负妹妹，面面真推中0.1%。看你的表情，听你的声调就知道啦，不用什么解释，好吧，也是啦，那也是挺国际化的啊。ありがとう，サラちゃん，サラ，面面是推举版，对啊，我是推举版，可是，乃木坂会听歌，嗯，而且之前也有看过他们演戏。你们知道有一部叫我忘记那一部是49对不对，确定一下，有一部日剧叫49，是49吗？那个佐藤胜利演的那一部还蛮好笑的，我觉得，因为很短，可是那就是杰尼斯粉，杰尼斯跟，对对对，49，然后看一下有3本5箱，还有谁会比较大家会比较有印象的人吗？嗯，没有，好像哦，有，46的有两个，一个是七濑，相信你们都知道七濑，然后还有麻衣，深村麻衣，
其他都是杰尼斯的，嗯，全部都是杰尼斯的，还有一个 Golden Bomber 的，哈哈哈！快推出生，嗯，什么 Beamers 打棒球的，面面是很可爱，偷偷来看你了，所以你的。看你们的分页，你们的分页左边还是右边？现在你左边右还是右边？是不是有库里？库里，你们这些大滴滴啊！搜一也推纸板吗？我纸板推，快推我！我推，推！目前还是一只相推呢，应该说是还没有。我应该，纸板啊，对，最近平手小平要演那个想奶木板真的很喜欢你们，对，49我要跟你们讲一下49那部剧很可爱，它是不可以爆雷对不对，讲大纲就好，男主角跟爸爸灵魂交换了，对，跟他的是爸爸吗，不是爸爸，是爸爸，嗯，好像是爸爸，因为我又想到冥王也是跟爸爸交换，乃木坂是很气质的型，快打日升说什么纸板跟乃木坂是完全不一样的型，真的，但是纸板会有一种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出来是军风吧，所以会让人家很耳目一新，那个时候就觉得好特别的团哦，然后结果不知不觉就是越听歌越喜欢，我有啊，有水，你可以来第二杯。我妈妈好贴心哦，她刚刚以为我没有水，然后其实我有，只是我一直没有喝。期待平手的电影，我也期待。第一次看平手演电影，而且我真的觉得平手的魅力无限，就是。他在哦，好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对他深刻的爱。面面台用手机小荧幕看，其他人用大荧幕看。小米，你好过分哦！小米，你看一下你的分页有谁？冰头哥太多了。你是说乃木坂的歌不好听？没有，我会听乃木坂的歌啊。我推纸板，但是我也会听乃木坂的歌 ,46 跟 48 系的歌我都会听。等等小池开甜甜就要变分页了。好气哦。好吧，没关系，甜甜会在分页不停的看着你，不停的用很快的语速。面面真的刚刚不是87%吗？面面还是滴滴的休息室，我也觉得还是不是搞笑担当，不是啦，真的不是。从累积的温柔傻笑台回来，发现调音量是真的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会小声一点，在分页制造噪音。对啊，所以你们这样就没有办法好好看主页的咯，你们一定会跳到分页，因为分页太吵了。为什么不相信？慢慢讲话，面面讲话慢一点。好的，慢一点。你们有听过一个故事吗？我之前讲过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慢慢鱼的故事吗？我有讲过吗？慢慢鱼，你们有讲过吗？没讲过，我要讲，太好笑了，根本就是一个我的写照。稍早看了一下 NGT 二期生的登场，时间过得很快。说到这，我们家柯基昨天去投了 NGT 的，对不对？他昨天好像有出现在。对，出现在别的前辈台，然后结果被抓到了，声音一定会切掉，太天真了。中箭，有一种中箭感觉。我的耳机里有五个人的声音，最清楚的人就是面莱克，这耳朵不会坏掉吗？
好，语速小一，语速慢，再加小一点点。好，可以，嗯。不讲话的时候才会成功，没有发生什么事，只是难得变正常了而已。好过分哦！我之前，哦，上一次吧，上一次在跟你们玩那个，不是说有人叫我要30秒安静吗？然后结果我就安静30秒，然后我的门就被打开了，然后我妈就很担心的说：“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讲话？”我难得安静一下嘛，好气哦！流星，有，我是很冷静的。流星在 LM 应该就见识我疯疯的样子，会莫名亢奋，其实也没有。我讲，我平常好像就这样。我上一次的两个小时闲聊台，好像把人家一个礼拜闲聊的内容都讲完了呢。不要笑我，今天要替面说句话。今天加一王跟我一样大声吗？今天一家也大声，有，我有看到他今天在玩那个终极密码。把麦拿远一点，那可能要这样欸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这样你们听不听到我的声音。我看一下，这样我要开手机的台，这样我才看得到。等等，好，把麦拿远一点，这样呢，声音是不是正常很多了？超远，根本就看不到我。如果你看 LN， 你就会知道，流星不是 LN 就在了吗？可是 LM 的时候大家都在唱，就那时候我都在唱歌，而且还带你们跑出去拍拍照，所以那时候好像没有这种困扰。因为现在才会一直讲话，朦胧美少女，买片歌一把吧，什么啊？推不到面面了，越推越远，我都撞到椅子了。汤姆，你好，哎，你刚刚不是在吗？太远了，被王一家盖过了。拉面你很过分耶，超过分的，我脸没有很大啦，大概吧。看不到面面了，还是在啊。我一靠近就变大声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尝试要气音讲话？好过分哦你们。你手机坏了，对，我上次有提，手滑哥，滑滑，你看，你现在叫本手滑，我们叫滑滑呢，我们叫滑滑呢，今日も可愛いね。ありがとう、汤姆汤姆さん。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暂停一下，等等回来继续丢星星。好，七七拜拜。我的手机呢？之前那一只是那个嘛？就你们有看到我那个时候用的手机，然后因为它现在老了，有一点点过热，再加上有一点点宕机，所以我只好再拿旧机来使用。这是我阿姨的 iPhone， 但是我还是用不太习惯 iOS 的。大丈我可以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耶，大丈。家里也要盖过你了，可是家里很小声耶，我每次去家里台都觉得怎么声音差这么多。为什么呢？正常讲话的音量不就这么大声吗？还是我下次应该换一台手机播，然后你们就会发现声音应该会有差。 iOS 很顺啊，但是就是 Android 跟 iOS 的那个使用者使用的程式差太多了。手滑哥不是去吃土哦？好问题耶。没有，他说去吃饭的是滑滑，手滑哥可能是吃土了，滑滑去吃饭，然后本手滑现在站在战场上面努力着。
看得出来吗？现在是本手滑，所以我突然少了声音，他们就会回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速进30秒好了，我来看谁会回来。去吃饭，本手滑，你加油！本手滑姓本，本家在隔壁。如果面面不留意，面面真推中，我不会升到0.01%。现在是99.99%吗？林杰要开了，对，待会对不对？林杰待会要开台了，我妈妈又进来了。大家嫌我太吵了，好过分哦！英巴苏哑了，等到一个的，一进来就爆 A。国民男友去看书，快点去，快点去看书。昨天我不是开台到一半，然后就是直播到一半，不是有同学打给我吗？然后我后来问他你要干嘛，他说我要叫你去看书。好过分哦，是什么时候同学都这么有爱了？99.999%，刚不是说0.01%吗？把门锁起来，不要让妈妈进来。林杰跟七七同时开吗？好，莱克加油。诶，莱克什么时候也变成神风特工队的了？流星说要转台啦，可以一边播一边看，一边看书吗？不行，大家可能会不习惯这么认真的我，会不会不习惯这么认真看书的我？流星不要转台，你可以把我从这边放到这边，然后继续吵你们。喇叭破音了，我一回来就破音吗？哪有，我还是很小声啊，而且现在很黑，特别黑，整个人都是黑的。好过分哦。好的，我来想一下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呢？你们要玩游戏吗？可是一家台在玩游戏耶，怎么办？如果又玩比手画脚，你们肯定猜不出来，真的是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。一个人可以玩什么游戏啊？还有品涵，枫叶要爆了，品涵现在也在开啊！总选举倒数3天，大家要记得去买 T 恰哦。面面自言自语，玩一下什么啊？真推完毕，小易跑太慢了，你的 loading。你的更新也太慢了吧，以后戴口罩直播，我也觉得这样声音会不会小一点，你会我猜吗？但是好，但今天有劳我们老大出题吗？但是我怕老大出的东西我会疯掉，我可能画不出来，以后戴口罩直播吧。粉专先按赞比较实在，粉专我只有官方账号哦。
什么粉砖？哈、啊，吃货天堂不行啊，这边没有东西让我吃。哒啦，好啦，粉砖按赞。今天都要拿的这个，这鼻孔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就往上抬一定会有吼，你又不是没有，你们好过分哦，一定要关注这个吗 ？TPE 的粉专线按赞比较快，所以是要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TPE48 Official 吗？面面推好气哦。芒果，因为它好气哦，好气哦。好啦，总之，孩子，大家要你出题，他们要玩。你画我猜。呼吁各位，今天是 TGC 倒数三天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配合以及付出。最后的三天加码冲刺，希望大家能够尽力的留言以及给我星星哦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的配合。蔡雅恩给你更好的未来，请投，现在没有号码怎么办？请投 TP48 研究生蔡雅恩一票，感谢您。对，老大在旁边，谢谢。他们不是拜票都要这样吗？他们的一贯姿势。跨博。让你们猜得出来吗？我来看一下。他怎么有点可爱耶？你们看。谁吗？拜票你也懂，动算。哎，院长，拜票你也懂吗？懂的话就来研究一下。然后画出来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一看就知道，一看就知道什么叫不会画画的人。
老大，你先看一下他现在长怎样。对啊，好，不行，你们一定得让我看一下他出的这个人是谁。不能给你们提示。哎，其实这样就知道了耶。吉祥物角色多么追吗？多么真的有？我记得他是叫啥？什么 Dimo？Dimo 是游戏吧？还是你说多么的那个名字？安巴。呆酱在说什么？呆酱说的是什么？安棒棒。你看一家的大作，呆酱哦，所以呆酱说的就是那个吗？面包超人。所以等一下，我刚刚没有查面包超人的发音，难怪我现在还是不会念。不行，我还是不会念，因为他是我噩梦的片假名。等一下，所以是呆酱先的。Google 翻译，感谢 Google 翻译。好气哦，这个台真的是很原始呢。安胖 man 真的是念 man。所以是对呆酱先的。Satsuki no Anpanchi no character だよ。character。七七求救，七七你还在吗？七七我念出来了，但是我看不懂。今天到十点哦，谢谢拉面的回答。对，所以是呆酱。再讲一，他的手被我画得很像残障。哒啦！你们真是，他眼睛是不是一大一小啊？让我把他眼睛不见，好恐怖哦！跑饭哦！有，我都有看到。对，小对芒果，你知道哎？等一下，拉面先的。只是拉面你没有猜，你说肯定不是传灵精，所以不能算你对。他说刚才说的面包超人全的角色啊，呆酱，我的小斯蒂杜哟。安胖曼，为什么是发曼呢？安胖曼。所以只有我们台湾翻超人吗？福德西，嗨，福德西，对，面包超人，呆酱的翻译越来越好了，天哪，福德西，所以其实是芒果先，因为拉面没有回答，哒啦，等我擦掉。芒果，糟糕，芒果跟李梦今天拼了耶，势均力敌。这个不能猜啦，这个没有专属名字很难猜。老大好过分，老大就把我桌上所有的娃娃拿出来。这个一般人会知道吗？真的吗？这个可以，你等我一下，你放在桌上，让我有办法啊！不可以，在我脑海里，它就长得跟野外的那一只差不多。拿出来，他把题目收起
起来了，我这样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我没有看着图，我不会画他的题目啊！等一下，我真的不行，等我，大家等我。哎呦，不行，他画起来好恐怖哦。导致我们翻成卡纳赫拉这么老舍的名字，明明就法斗，哪是法斗？来客，来客，哎，怎么办？今天大家我画东西的那个是不是太困难了？大家猜得很不平均呢。等一下，卡纳赫拉叫卡纳，嘿。名字。话说，兔子出了兔兔跟 P 柱的车票，真的假的？天哪、啊，那老大一定要冲去香港买的啊！老大是卡纳赫拉的忠实粉丝，所以他刚看到我画成这样，他现在应该三字经都要出来了，好气哦！嗯，他刚刚出了一个我觉得我毕生都画不出来的东西，那怎么近视出一些东西？这可以用提示的吗？我觉得可以提示耶，不然他们应该猜不出我这个画博在画什么。那我好好临摹一下。神爷对不对？你怎么看出来这是财神爷的名字叫史迪奇？我
我刚才画耳朵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他是财神爷，每个都画得太像。日升说这是什么怪物？好过分啊！对，院长，院长，你终于破蛋了。跟你们说，史莱姆说很像，对，是626。台湾好像是翻什么626，哎，香港应该也有翻吧？对 ，sticky，stage 是吗？是stage， 真的是史蒂奇，真的是史蒂奇。来，老大的下一题要来了。哦，香港是翻史迪仔，台湾念起来好怪哦，仔。这题 Life Me 出过，所以我现在好像没有否决老大给的题目的权利。但是，基于你们也知道我是一流的画师。等一下，他是斜刘海。是什么？塞拉斯是？怎么念都不对？是什么？那两只手臂是？那两只手臂呢？是这样子的。我记得之前有人把它画。就是眼睛画怎样还是怎样，然后把这个画成脚，有初一只长这样的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对啦，初一不是手臂，那是双马尾。孔明，小易，你们家孔明这么可爱的吗？来客，你也打错字，只有礼貌是对的，是初音，是咪酷，是咪酷，你们都不知道咪酷是谁吗？哈哈，还是咪酷，对嘛？只有礼貌是打对字的，你们好过分哦！小易，小易，来不及了，你刚刚说孔明，我看到了，小易，诸葛亮是吧？打错字的霸气，嗨，咪酷打哟，来讲咪酷啊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要画一个，他们可能不知道是谁，什么猪八戒，这不要，等一下，让我画一个，我觉得他们猜不出来是谁，因为大家都只知道咪酷，但是我推的明明是他，你知道我要画谁了吗？但我觉得他画比咪酷还要丑，被我画起来。我决定把他下半身画成火柴人。
出全名，他是精英什么？不是小直啦。对，小美，小美，对，没有人猜得出来是谁吗？他是令哦，令，令的令，精英零就精英连啊，你们好过分哦，这只知道初音，他是精英啦。好的，其实我从小就是小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沉迷于日本界，就是因为 vocal 的关系。V 加小美，小美加一，可以私心一次加五吗？啊，大丈夫，知らないね。すずね、リン，啊，すずね、リンだ。不是你的自画像哦，我是长头发嘛。他刚刚我们老大又在无意间出了题呢。老大说话吧，老大我不要，老大我拒绝，老大我记得你上一题出的比较简单，你出了什么？等一下，因为基于老大出了很恐怖的东西，所以我不想画，我不要。你的绘师也是有个性的。我发现我画起来长得很像那个真仙回转寿司。等一下，你们猜得出我原本要画什么吗？他现在是不是像真仙回转寿司？等一下，不要关起来。我没有要画他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画你手上的东西。信廷该吃土了。信廷，我也担心你的荷包了，没事吗？蘑菇，得讲说是蘑菇吗？紫飞云，你是认真的吗？紫飞云，你怎么猜的？欺负芒果读书读的少，不是 open 奖 ，open 奖才不长这样嘞，不是小白啦。小叶，你差一点点，同是三丽欧的，我替美乐蒂对不起大家。我刚刚画起来之后，发现它长得很像真仙回转寿司那一只，有没有很像？鲑鱼握寿司，对，我就是想它是鲑鱼握寿司。紫飞鱼，你好棒哦！我的天哪，果然，酱油越来越频率跟我对到，我很开心。可不可以把老大带走？阿弟，把老大带走！别动，这个要临摹太难了，不如就靠自己的意识画吧。那这个你们应该，我这样画你们看得到吗？那你可以帮我看一下，如果有人答对的话，我就不用再继续回他了。天啊，他的脸怎么可以这么有水准？七落了，感觉跟你对到不是什么好事，明明就很棒啊，看得出来谁吗？有人猜到了呢，特别棒，阿贝莎，阿贝玛利亚，
战士、美少女战士不长这样吧？美少女战士是长怎样？啊，它是这边有长两条，有长两大块，不是小兔啦，小兔也不，你们一听就知道是上了年纪的。这个年纪也不是要都要猜珍珠美人鱼吗？孔明绑马尾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真的只有 Maji Desuka 猜对耶，可是其实 Maji Desuka 是打错字，对，路亚不是这个亚，但是能这么清楚的知道他是路亚的人，大概也只有你了，不得了啊，值得赞赏。为什么你出的题目诸如此类都是那种东西啊？就是我画起来会长得像世纪怪物那种东西。我猜下次如果出尼斯湖水怪的话，这么讲的双马尾吗？这么讲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刚是マジですか？所以我要写妈。哎、欸，怎么办？目前礼貌两分，呆奖一蹦，然后芒果一分，莱克一分，院长一分，小美一分，紫飞鱼一分 ，Magic the Sky 一分。好，我接下来要挑战不看原图，然后画出我脑袋里的那个东西。但是因为哎，这个已经歪掉了，它是什么东西？长得好艺术、哦，他长得，他被我画得像失智老人，怎么办？比例太大。比例对了吧？是不是？
李梦说这个 OK， 家人以为刚洗过澡。呀呀呀！嗯，你都在整我，老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章鱼哥的日文要怎么念啊？章鱼哥有日文吗？章鱼哥的日文是什么？日文没有上吗？哦，库托 pass， 布鲁拉布鲁拉。等一下，日本有台湾的妖怪，台湾的妖怪。妖怪就那样，那个七七在看我的台，七七我爱你。瞬间，七七一边在看我的台吗？天哪，不录了，对，我现在不录了。他刚刚出了一个，这东西不看图太难了吧？我知道，可以，但是。哎，这好像蛮好猜的耶！这样，我掉了。等一下，我再重画一个。它还是歪理，是不是？真相永远只有一个，柯南。啊！呆奖猜对了，妮卡，大爆爆！等一下，还有谁？徐乃院长，不可以这样说乃哥的话。对啊，院长，流星决定要走了。听说这里诞生灵魂画师，铁牛好久不见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很柯南啊！院长猜对了，琪琪比你温柔一点。七七今天早上画的果果还行吗？没当得可能，そうですよ。耶，恭喜院长，院长猜对了。院长在哪里？院长在这里。目前李梦跟院长各两分，都在第一名呢，目前。原子，哎，为什么？妮卡，为什么你昨天说是你那个 showroom 的最后一天？难得，死神，不利去死神，不是，考试加啊，所以一阵要去考试吗？新一季，滚筒，新一季，是吗？是滚。不是新一集，查查大迟到了。对啊，查查辛苦了，今天身体还好吗？不是李梦吗？看一下，等我哦。没有啊，我这里显示是 OK， 我可以直接写英文字吗？没有，我这里显示是院长先耶，院长再来是李梦，然后再来查查说他来。ありがとう，安达。安达，因为我在活动结束前都不会所以一阵接下来要忙了，对不对？一阵，加油，在学校对学校住宿，刚才太兴奋，是吧？大家帮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我自己再用电脑看一次，再看一下哦。让我确认一下是谁。对啊，是院长先。院长接下来是李梦。李梦差一点点。院长果然很强。苦斗新一集。苦斗，所以是苦。早上发现特效就去学校了。天啊，面茶。茶茶这样没事吗？今天没有很崩溃吗？一路睡到挂。李梦先呢？那为什么我这边显示真的假的？那
院长，我这边两台都显示偷连面面家 WiFi 显示比较快。对啊，说的是你梦先，然后我这边居然显示院长先，好气哦！为什么我们家 WiFi 有点排挤李梦？没关系，李梦多加几分。李梦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家电脑问题。李梦，李梦才是第一，李梦才是第一 ，Number One。对啊，我往下滑啦，可是我这边显示是院长快，还是李梦讲了两次吗？章鱼哥，小飞象，章鱼哥，哈基米马斯特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没用处的技能？猫吉德斯卡好过分哦！台湾的妖怪后，对啊，我已经看到很前面了。对啊，我这边还是显示院长，好糟糕哦。对啊，雅虎机也说是院长，不过院长那边显示如果是李梦的话，应该是李梦没错，因为照理说他的电脑会是第一个，在米德下面啊。哈，好的，那就是李梦，是李梦，李梦，不管，再来吧，下一个。你刚出了什么？哦哦，我想到了。好，我知道，嗯，我们这一台走的是抽象艺术派的，我相信你们应该懂。天哪，那眼睛被我画到像中邪。
层的是艾丽莎，而且下面还有一个院长，在七七的下面。绑绑变成终于七七，你快点，你好像快被院长传染咯，他脑中什么都是诸葛亮哎。好吧，这应该可以。越画越好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伊丽莎白特别好画。金他们呢？伊丽莎白子，你知道伊丽莎白里面的人好可怕。看动画好像看太少了。对，面，我看到面茶就会想念面茶，怎么会不知道伊丽莎白呢？这一只可是不止在银魂出现呢。眼睛很像，谢谢爸爸妈，李梦猜对，李梦已经四分了耶。小型的动画人物不知道，呆政府，干巴蛋，别诬赖我，很久没讲诸葛亮。他给我看了一个很恐怖的画面，我不。他给我看了一个爸爸，他怎么可以吓我？老大好过分啊！你是故意的吗？你是故意把那个我画不出来啊？那个有点复杂，他自己也被吓到。这个有点难画，这个好，你就这样指着。我觉得超恐怖的，我想说你为什么突然给我画这个？脸已经歪掉了。等一下，不对，给你们比例尺，比例尺。哟，礼貌。这是比例尺。等一下，这大小眼差太多了吧？直接看。对啦，礼貌。都是新巴基。金他们的新巴吉，不像吗？李梦对了，李梦不是尤达，看起来很可爱，跟面一样可爱。这样吗？那我应该把他当村长还是？为什么很可怕？你不觉得看起来很可怕吗？豆豆，豆豆哭，豆豆哭，转圈圈吧。不是他，多多哈姆哈姆太郎，金他们啊，不行，这太难了，这个你要我怎么复杂的画出来？超复杂，不是李梦，是李梦啊，马吉德斯卡先的，马吉他快的超多的哎，为什么？糟糕。下面就猜到了，猫吉德斯哥超厉害的，妹妹这辈子画的是像的令人感动，超厉害的，猫吉德斯哥，我以为你要画他咬头，结果没咬，以为不是丁真，因为刚才有伊丽莎白，对，下面猫吉德斯哥太下面了，太让我惊艳了。太快了吧！マジですか？本当
当にマジですか？マジですか？没有看完我的话，是不是都会想要念マジですか？我读设计的天分全部放在这里了，快点为我们家マジですか打 call。那你刚吃了什么？我忘记老大后来出什么，把仓鼠画成像狗有多厉害。今のは何ですか？今は金玉の。对啊，这个要告诉他，应该知道你画我猜对不对？你说要画哪个？不要！等一下，有了对不对？加啦！不是圆堂手啦，鸟人木叶村都哭了。再帮我要翻译，七七对不起，七七有没有在这个台觉得日文变得很常使用啊？谢谢七七，所以其实是还是院长先呢，院长快了一步，不然呆长超快的，呆长好倒霉，すごい，所以还是院长快了一步。可是我只比较想对面打扣，不是博人不长这样，博人。好，今天好像都是 animate， 都是 animate， 鸟人就他吗？Misa ka you Misa ka you。You， 哪里哟？鲁夫，Mi 46猜鲁夫哎，你应该出鲁夫的，我什么都还没有。拉面先的，是拉面吗？队长，院长，看一下哦，再让我确认，为什么今天的网络这么？我这边看是院长先哎。让我再用电脑看一次，滴滴滴滴滴滴，对耶，为什么我再用电脑看一次是呆酱先的？等一下，我再用电脑看的话是呆酱先再来拉面，所以为什么？以面面为准好了，其实我不知道他是指什么。干巴的，ありがとう，ありがとう Kate さん，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、これは私のインスタ。等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ぜひ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。私のインスタを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ね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かったなら。我发了してください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嗨，其实没有差，我这边看是院长先啦。
其实，晚安，宏伟，晚安。其实不知道，所以七七说不知道指什么。好，他下一个出的是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它上面是这样，对吧？我好像没有画错吧？它上面是长这样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那啊，啊，擦擦，哦嗨哟！对啊，我们家网络都是看院长先。有啊有啊。我画成正的了。超快，超棒！哎，呆长也超快的，呆长真的是超厉害。他每一题几乎都在很前面，但都不是第一个。第一个是，はじめまして、ミサトさん。はい、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 AKB48 の姉妹グループ、台湾の TP48。台湾の TV48 の研究生です。私の名前は、蔡雅恩。ニックネームはそば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ナルト在日本也是相当受欢迎的。啊！等一下。火影忍者的日文怎么讲？好像没有认真的。火影忍者。看一下。就叫Naruto，就叫Naruto。南丁哥，才不是，我这边又是李梦哎！天哪，李梦怎么那么快啊？李梦，然后芒果是第二个，接下来就是呆长，然后小美拉面，是吧？是吧？我这边是李梦哦。Naruto，そば好きですか？嗨，对的。嗨，私は日本のそばが大好きです。本当に大好きです。めっちゃ好き。其实刚才先想要南丁哥，为什么啊？啊，那是这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社会大众，因为我刚刚前一秒看在电梯里面没讯号，然后就被抢了。刚刚是。咱们的李梦，李梦五分了，李梦快点对院长说嫩嫩。哇，他居然出了一题，这个，他现在贴心了，他现在会把它拿起来，等一下歪掉了。这是什么啊？好吧，把它画成圆的好了，就当它是圆的吧。牙齿怎么会长在嘴巴下面？有没有人猜出来了？小易是不是用电脑打？遥控手表，拉面不知道名字。院长，谢谢院长的爱心，但院长刚刚才被骂嫩了。对，今天目前是没有手持差。ソバに会いたい。啊，ミサト、私もあなたが会いたいです。对啦，有人猜对啦！刚刚毛怪第一个是谁？マジですか？对不对？为什么妖怪手表都出现了？マジですか？超强的，他是毛怪哦。大好きだよ、ありがとう。ケイト、私もあなたを大好きだよ。李梦吗？没有，你往下，是マジですか？李梦在下，李梦在上面，你再往下。
是不是？为什么今天的留言有时差啊？是不是手机的问题？电脑再来看一次。毛怪，对啊，マジですか？先的。会师什么？七百羊？鬼？什么鬼啦？欧尼？哪里？欧尼？维利？七百羊？所以他是在香港叫不一样的名字吗？啊！あの、これは阿部さんのファンの名前、毛怪。阿部さんじゃないよ。阿部さんのファンの名前。阿部さん好き。これは阿部さんじゃないよ。呀，长脚的诸葛亮。あなたに哦，所以是不是嘎？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。あなた你。你是吧？是在浪费财了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哎，小一那边又是看李梦先，尹妹妹我也做好了。嗯，那如果你可是我刚刚也都是看我的为准了，怎么办？因为这一次有两个答案，我老大的手机看是李梦先，好吧？那李梦跟 Magic Desca 都加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两个都加。Magic Desca 目前四分，李梦六分。这样，对啊，怎么今天大家是不是我们家网络今天流量太多人了，所以会慢？啊，还没耶！送够多爱心赞就会有缘分了。对啊，我也很好奇，我也很好奇院长的头贴是怎么拿的。你家网络被偷脸，我也觉得院长你是不是来基隆偷脸我家网络啊？好糟糕哦！你应该去办那个499吃到饱。可能是同时发的 bug， 有可能，就是而且我这边收的那个顺序也会不一样，他这个好的，让我我记得他的眼睛是出不来，所以赖清德已经是499了。卡会变成是，嘎会变成主持是你，所以你表示动作对象。あなたに会いたい，所以是你。嘎的主，嘎哦，懂了，所以主就是主持的问题。好，所以是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。开口笑疯子，对，还是上的芒果，怎么办呢？这要不要算芒果对呢？芒果是知道这个字会变成星星才打这个沙，还是打错字？可是沙老师这个专有名词，大家应该会知道是哪个沙。就像麦克应该也是故意打，对，不能打那个沙子会变星星。コロ先生。嗨，コロ先生，コロちゃった。挨拶教師のコロ先生，大丈夫してるの？コロ先生，是不是？キヨ先生，对，我要先征求，我要先问那个，先问芒果。芒果应该是知道沙不能打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芒果就是第一个，拉面是第二个。Kill teacher, この先生だ。そうですよ。けど。
私も。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游戏啊？哦 ，Q 先生。好，那第一名就是芒果。耶、yeah! ，这个有上吧？ありがとう、ミサト。でも私のファンの日本語。日本語は上手。私の日本語はまだ上手くないです。でも私のファン、本当に本当に上手です。一定知道的。我觉得这只恐龙先生很可爱，好舍不得擦掉它哦。我之前去那个电影院看电影版的时候，好像两次都哭了吧。然后第一次是在家里 MOD 看的，第一次的时候有没有哭啊？第一次的内容是什么？总之第二次哭的要死要活的，整个电影院就我一直在崩溃大哭。来了，来了一个我会毁了我的世纪之爱的。好，让我想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。有没有简单一点的？其实刚刚是不是七七说我麻花抓特点的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都得看着画，他像很多绘师的话，他们是在脑袋里就有图，但是我脑袋里想不到图，就是轮廓都会模糊。好きなアニメは、好きなアニメは。好像一开始第一次有深入追的是守护甜心耶。守护甜心的日文是什么？守护キャラ，守护キャラ是吗？我那个守护蛋。修狗キャラ，静音其实不算是动漫，所以应该不是。好可爱哦这张图，但是我应该画不出来，太难了，老大。老大，我现在有一种想死的冲动。如果我待会画歪了的话，小美会打我。小美，我这样讲你就知道是什么了，所以小美不能猜。你是什么东西呀？有点太写实派了哦，现在他长得很像米老鼠。
出出で出るで出出るちちじゃあなんか怎么发？くちちちくちくちく吗？ちくと出出る。这样呢？不是雅思，为什么雅思会长这样？为什么只画一只呢？因为我画不出第二只啊！我画第二只就歪了吧？哎，这一只是不是用心之作？特别用心耶！我觉得我非常用心。マジですか？五了，礼貌三六。糟糕，我们这游戏要进行多久？剩下两分钟，剩下两分钟好了。就是没有没有四十分到四十分，再来一题，最后一题喽，要看 Magic Scaping 哦 ，Magic Scar 跟李梦的对决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，他出了一个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知道的东西，今天好像是 Anime 的特辑耶，哎，我看到他长大之后，我觉得好正哦，可以画长大之后吗？然后他就会被我画得很歪。最后一题来一个大只的版本，很大只。我猜一定会有人说小丸子，不是小丸子哦。好像没有播哎，这 Dora， 第一个是拉面，哎没有 ，Magic Desk 是说朵拉，所以糟糕了 ，Magic Desk 跟李梦同分了耶，现在巨人，七喜 Marco， 我刚刚就说一定会有人猜小丸子吧，因为短头发。不行，决战还要再来一战。Magic 赢了哎，没有 Magic 跟李梦现在是同分，所以还要再一战，还要再来一次。哎呀，好难猜哦，太用力了。我在面说之前就打了，哎，我看到、啊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小丸子在面面在我说之前就打了。小美不要偷改名。小美改名了吗？小美现在叫什么？小美还是……小美嘞？我划不到她的留言，完蛋！我的留言永远跟面不一样。再来一题，要让那个李梦跟 Magic the Scar 比。你是不是没有在看直播了？老大已经跳掉了。等一下。面面今天也好气，没办法啦，谁叫你们一直让我好气哦？不行，刚刚大家一直猜这个，我说不是他，可以。嗯，这个要怎么下手呢？虽然他有特征，但是他其他地方好难画哦。错边
有人有猜到，哎呦，超快的，超快的，谁先的？院长，哎，院长前一秒还在说送你爱心，你还气，然后马上就回花轮，超快的，怎么办？院长先呢？可是是吗？是的，这其实是决战赛，然后结果院长现在给人家抢了。マジですか？差一点点。哈卡，哈卡瓦君，对，哈卡瓦君。为什么刚刚图还没出来，你们就回答了？那看来茶茶那边网速慢很多。院长好炸哦！院长好炸！チビハルコ，チビハルコちゃんの陈金峰。他是要讲同学对不对？友達，友達是朋友。嗯，同学怎么念？差点想讲川普。等一下，所以结果院长给人家抢答了，怎么办？院长现在四分了。再来一个，不行不行，啊，还是要开放答案，已经44了耶，不是金正恩。只能让 Maji Deska 跟李梦的，李梦还在吗？李梦你还在吗？对啊，李梦还在啊，但是李梦这几次都稍慢哦，糟糕糟糕， Maji Deska 的胜算很大哦。我以为你在骂我脏话。这好难哦。哎，不行，我已经没关系，我试试。哎，真的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！院长在台下，院长下台。这个要等最后一刻再让你们看，因为我觉得很不像。金牛说下巴。你们看到我画了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自嗨了，因为我不觉得我画得出来。手机已经有了，但我这里还没显示。啊，对 ，Magic Sky 赢了。其实羊驼跟草泥马都是。大家说是狗狗，汪汪叫，汪叫的那哟。可是我，Sheep 是日文，是 Sheep 是英文。马吉德斯卡猜对了，大家帮我公平公正一下，因为马吉德斯卡跟李梦又是前后，所以我这边看到是马吉德斯卡先，然后他讲的是羊驼，李梦讲的是草泥马，所以呢，没听清楚还以为面霸脏话，你知道刚刚老大在跟我讲，然后我就以为他在骂脏话，对不对？马吉德斯卡先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有脖子啊，脖子在这，这一块都是脖子哦，脖子太短了嘛。我这里是我话说，我真的是浪费。哎，小易那边看又是李梦先，我家看是 Magic Deska 先，哎，茶茶看也是李梦先，羊驼跟草泥马都算哦，所以你们要看下面有没有 Magic Deska 写的那个。羊驼，李梦先蛮多的，可是我们家这里是 Magic Deska 先的，怎么办？看到李梦第一，拉面第二，面茶茶第三，所以
多数人都是先看到你梦怎么办？可是我家是看到マジですか？不会又要一提吧？这没完没了啊！太奇怪了，对啊，我在用电脑看。这留言，我也觉得这留言根本是 bug。看一下，一秒双下巴，你很自嗨呀，雅思五堂，说错星星，面最厉害的不就是自嗨吗？我用电脑看也是 magic the sky。再一题，忘记写羊驼，可是大家好像看起来是先看那个李梦，怎么不行？那再一题，目前两只都七分，太扯了啦，太扯了，这个网速根本是大 bug。这只我画过，再换一个好，这个之前画过。哇，你怎么笑啊？我不要了。这个好像很难猜。等一下哦，这个不行，尽我最大的潜能，把大家的不是，这个还蛮，这我已经很丑了，这个好难，跳转。我已经忘记进阶卷要怎么讲了。マジですか？マジですか？比李梦快。李梦呢？李梦不见了。可是这一题是查查，让他们两个猜。对啦，可是查查已经先猜了，但是先讲的是マジですか？マジですか？マジですか？じゃあ，因为刚刚查查也猜对。查在哪里？查查还没出现过。查，叮铃，查。我看到有人打啊，好吧，那不行，那还是要算平手。啊、好惨哦，我们玩了三场还四场，最后一次对不对？最后是，マジデスカ跟李梦独占六分。李梦与世无争，李梦辛苦了 ，Much this car， 恭喜浪费才能。等一下，擦不掉。那最后就是本台的今日冠军 ，Much。李梦啊，我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马吉跟我要把马吉跟李梦写的一样大，好难哦。李梦。
的评审。好啦，讲了今天玩游戏结束了，耶、yeah, ！告白，好，我认真的写一下 much this guy 好，但是应该也不会好看到哪去。那我。マジですか？的名字太难写了。マジですか？什么？破台语居然看得懂？マジですか？跟你も。这好像也没有好看一点的，什么啊？算了，总之今天等一下哦，好，那就礼貌跟墨迹的 sky， 我们这样拍手逃回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今天开2.5小时，破台语居然听得懂，我刚告白。对啊。好的，礼貌与世无争，凶了，噼噼啪。好了，今天现在已经啊，今天54了。我关一下分页，等等哦。嗯，啪啪啪，大家都在啪啪啪。好的，那我开始念排名咯，要念排名咯，大家要念排名咯。今天的第13名，哎，流星回来了耶！今天的第13名是流星。耶、yeah! 再来。虽然流星很嫌弃我，但是我还是爱流星的。流星今天已经不止一次嫌弃我了，好气哦。第12名是紫飞鱼。紫飞鱼都有在猜。再来第10名，第10名是今天没有一展身手的七七。是不是今天还没有大显神威？哎 ，You live in Taipei， Lisa 桑。再来第九名是我们的。Sara 酱是吧 ？Sara 酱，好可爱哦 ，Sara。再来，第八名是，即便最近天气很热，依然不能融化的小美。刘先生还没有嫌弃我，好开心哦。第七名是哎啊，糟糕，跳了一次，小美往后跳了，七七往前跳，哎呀，第七名是礼貌，耶、yeah! 啊，嗯 ，I'm cute， I live in Kilo， 不要笑，不要，都要换排名了，刚刚是小美往后跳，对不对？然后七七往前跳，然后第六名是莱克。OK， I live in Kilo， but I'm not Kilo， OK？ 谢谢你们的爱戴，不要再讲这个梗了，这真是丢脸一辈子。谢谢莱克。第五名是我们的小易。小易，感谢小易。今天也觉得面面是个话博吗？小易。第四名是昨天的第一名，今天的
Main 46, 小米。我可以叫他小米吗？小米啊，再来第三名，第三名是面面推，好气哦！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后面的那个 hashtag 变这样？感谢芒果，芒果，谢谢面面推，好气哦，好气哦！第二名，第二名。感谢我们的青面队院长，院长今天也好气哦，都在丢爱心呢，谢谢院长。第二名也是小池佳怡，第一名来咯，第二名要来咯，第二名，你们知道，好吧，雅虎机可能不想要宣传，但他做了一个影片。让我看了很崩溃的影片，他把我喜怒哀乐的地方截起来，然后再加一个白眼，然后写呛，是一个影片，然后还做了一首诗。天啊，真是太有心了，谢谢你。第一名是雅虎机，哦耶，雅虎机，恭喜！嗨，今日の一日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好气哦！对啊，明天同一时间，我来想想，我们明天要做什么呢？我们明天要做什么？妹妹跟老大都辛苦了，老大刚刚溜回家了。阿泽，www， 明天也是七点半到十点，这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看面面看，但是。面面开两个半小时，喉咙实在是有点不生折磨啊！我的天哪，我怎么可以叫成这样？总选预测，什么总选预测？老大出的题目都很优质，因为今天是 anime 特辑。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感谢今天大家不离不弃，两个半小时都在。然后，也谢谢很多人下班下课就冲过来看，甚至还有人在上课的时候偷看，感谢你们。AKB 的总选预测吗？你说现在吗？还是你说要我预测吗？对，我们的总选指也是倒数三天哦，大家要买要快。我说 Teacher 的专辑要快点买才能投票哦。我们 TP48 也有参赛者哦，你有钟离才没有都在呢。好，七七拜拜，七七拜拜。明天画 TP1 的成员不行啦，我之后可能会被他们打吧。你们之后可能会看到我被看爆的。爆水后就是这样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所以阿哲是要我干嘛？是要我那个吗？讲。不行嘛，我来讲那个预测，那个预测有100人呢，要跳舞 ，teacher， 那得欧谢的，没有那个没有唱歌的话，念歌词听起来好奇怪、啊，被面面言了，拜拜七七八七七八，你说你有中离的，好啦，今天现在已经10:02啦，那明天同一时间。欢迎请收看我们的サバのサバヤ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じゃあまたね，また明日，また明日，拜拜，みんなおやすみなさい，拜拜，晚安 good night， 拜拜拜拜。明天是晚上九点，晚上七点半，拜拜。